们四排排挤我，不想跟我有交流。但你觉得椅子加盟店开张加盟是在割韭菜吗？我不知道哎、欸，他有诈欺前，他可能有诈欺前科，这就要大家那个自己去判断了。这个我不确定，他可能成为第二个没了吧？不是他那个人，你要搞清楚是他自己独资还是他是被请来当代言的，不太一样。看他那是要看他自己独资，还是说有人找他一起，有差距有差别的。要嘛你违约他，要嘛他违约你，两个他都有经验。确实啊，他也有违约过别人啦，也有人违约过他啦，其实都有啦。他都是经验老道的啦，所以怎么看你都是吃亏的那一个啦。因为他有经验啦，你可能没有。因为我也没有去了解，我也不知道他到底是独资还是说有人出钱给他开，然后他当代言人什么的，也不知道，没有去了解。查米有星号吗？超星号，有星号他也不敢讲，有星号可能会再被纳，有星号也不能讲啊，你就当个那个把查米的这个名字丢在过去吧，未来就用新的名字过生活了。会想开饮料店吗？会赚钱才开啊，不赚钱妈开来赔钱了。昨天椅子跟馆长互相有看吗？没有，没那么无聊，开台都来不及，还去看那个自己的台都快守不住了，我还去看别人开台，自己的台快倒了，还去看别人台，等一下倒的是我怎么办？他们两个没倒，我可能会先倒。我要先守住我自己的台啊！我家 IP 现在是图奇爸爸的眼中钉，一半账号就死去。那就，later。主播钻车缝都不怕撞到啊？撞到我刚好可以在家打电动，舒服的。一举两得，反正几个人不讲话，我报位他们也没有回应，哇塞！要拿自己的安全开玩笑？没有啊，就骑车快一点比较爽，骑那么慢不如不要出门。对不对？骑车那么慢的人不懂。不是啊，真的有人骑很慢，我就看着就很堵烂，受不了。干，上班时间已经很塞了，就是那些人骑很慢才在塞车的。那些人，白烂了你！我朋友超速超到扣牌，他是怎样把他家车子当成高铁在开，是不是开到扣牌？大脚一踩轻松就扣牌了，有吗？那也要你的车够快啊，超六到八十就扣了，那也很难啊，你高速公路限速120，大概开到140我就很害怕了，很可怕、欸。120我开到140我就有点不敢踩了，好恐怖哦！要超到6到80，那肯定心脏是很大颗的、啊，大颗寿司的那种大颗啊！超到60，要超到60到80，那你可能是个狠人哦，狠狠的哦。小时候被偷过脚踏车吗？好像没有。骑车小心，自己骑560骑到柏路，吐出一条喷飞20公尺，住院三个礼拜，肩膀骨折，生不如死，跟残废一样，一个月多才好。烂命一条，又没差。我们不是什么前途光明的人，哪管那么多啊 ？EV 领薪水增加有什么看法？很好啊，进去存钱啊。以前一个月才6000，阿管的便当220，你会捧场吗？
70块就吃得很饱了，还220的，我可以买三个哎。他是马英九是不是？我骑车是，你看我这样钻，我是很小心的，好不好？我又不是说瞎鸡巴钻，我钻车归钻车，我是有在看的。我不是说有缝我就钻了，我是考虑到360度很周全的。360卫士，几把狙，最后一把，这把输了就没了。We are okay！ 嘿嘿，钢狙给我那把就赢了。哎呦，这抢什么啊？受不了哎、欸，这些人。幸好我起了这把鸟狙，强行幸运。我拖队友时间啊。这把狙我的，主要是你没台开，你会去工地搬砖吗？现在就在搬呢，不用到没台开的时候。还没坏，为什么那个中路跑掉啊？他去哪里啊？哦。下去应该来得及吧。哦，太爽了，太舒服了，不会尿完没了吧？这两个人重叠，输了。这边我接 ESC 哦。没得打无限 OT， 果然尿个尿就把这把输掉了，真是不爽。呼唤谁？眼镜蛇跑出来了。什么眼镜蛇？大蟒蛇啊！我去。